哎，小苏，你去哪儿啊？雷宇正，雷总，这么巧，你也是在这儿吃饭吗？ 你不回答我没有关系，我来替你回答。看来我猜的没有错，这就是你关心一个人的方式吗？好特别呀，我是不是应该跟你说一声谢谢啊？谢谢你来医院看我，谢谢你帮我买单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可是如果你真的在乎我的话，你会不会给我回一个微信，给我打一个电话呢？ 你让我苦苦等待你的消息，你不觉得这么做对我来说太残忍了吗？还是你本来就喜欢看到我痛苦的样子？对不起，雷总，你的这份关心我受不起，所以请你以后不要再跟着我了。